有开锅啊，反正你是小点东西，关键看你们大哥他得给先挺仔细的，这个哎对你他认真，你这个你就让他掌握就行。你看说实在，我们在家，我在家煮，我都不跟他这儿，没事捞出来看看你。开口，开有的大有的小，就比如说来多少货，前面那一半货煮的可能我能煮进来，后面那一半基本上一人也差不多时间长。